防御旅馆真的好像在坐牢。我在防御旅馆从礼拜六到现在，我进来我没有开过冷气，太冷了，我都关冷气了，还是好冷。然后东西真的不好吃。那个，因为上礼拜，然后我们的一位外聘人员就是有参加演唱会，然后他来我们公司的时候就是有咳嗽，然后我又不小心喝到他的饮料，所以，你个鸡儿，我在恭维啦。防疫旅馆正好像在坐牢，反正就开始政府的疫调一堆的，每一区的都打来，我真的快疯掉了。好，每区打来都讲一次，然后要我们去帮他收集名单，那你又知道现在大家都是用 LINE， 又不是用那种，有时候我们不会去留电话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防疫旅馆。从礼拜六到现在，我进来我没有开过冷气，太冷了，我都关冷气了，还是好冷。然后东西真的不好吃，所以我都会提前在叫东西。其实这次真的很轻症，只要你有打满三剂，我都不知道隔离到什么时候啊。因为我就说很莫名其妙，就是你进来了，我到今天早上才被捅了一次鼻孔。大家应该有看到新闻吧？就今天就是妍就有说自己确诊了哈。然后呢，今天下午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防疫旅馆，然后就有一个广播声音出来了，然后说就是请我们把隔壁的床位，就你看到隔壁的床，我们将那个床位清空。然后说，防疫旅馆现在就是一个空间里面一室就要两个人，等于我之后我不晓得我会遇到什么陌生人。然后我就问单位说，那像我们是就是同一个病源，然后也在同一间旅馆，我们能不能排同一间？结果呢，他说不行，不能移动。我说这样不是很奇怪吗？如果说我们的病毒不一样的话，跟我们确诊跟我们的那个状态不一样的话，那排进来的人如果他跟我不一样，那不就是交叉感染吗？